也终于骑上天梯了。因为我的爱将之蛙居然还有这个，应该是第一晚，但是为什么要选择我不懂。然后就是刚刚就终于让他上到了这个南冷的天池的这个位置，骑上来好好冷啊。然后这里呢，就很多骑士都骑上来这边。那现在已经是下午了，大概快两点，所以三点就要回去了。不止我的爱将二了，好雄狮，哇，这是第一万了。当然还有更多的重机在这里，有一些白白苏格达啊，超多的。各式各样的机车，豪爽幼龄都出现了。小阿罗当然是一定了，已经是国民车。好，我现在要走上去了。虽然是有太阳，可是感觉是很冷的。走上天池，就完成这一次的目的了。石板屋的厕所都正的，真是有公车来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在摄影。进去，录进。很多游客都要来玩，走上去就 OK 了啦。南横公路开拓试掠。从这边走上去了，哇！欸，上面还看得到雪。对啊，开边更多，你要从下面那边开，不然你上去那里。嗯。走上去看，身上还积雪。而且这里没有雪啊，太冷了。
现在还好久好久了，一直叫我们回去了，一直这一直开到三点了，对，等一下就要下山啦。这回转路的时候都是塞车，阶梯做的超高的，再走上去，我天哪！妈的，木栈道就走在那里。我们在这边，这边啊。妈，感觉昨天吃的，知道。烤肉的热量都消耗完最后一段的
知道。那个天池，那个水池是从这边上去的吗？对，在上面。好，谢谢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要走很久。要走很久。可能不会走很久。天池啊，我的天！
地的，感觉真的还蛮舒服的。
条路是要通往台东去的吗？对，十年前曾经开车走过一次，现在不能通，我去看天池。应该要去看天池，高总的要去看。今天的步调是应该要慢一点啊，不然太吵了。终于难得来到这里，那叫然后就要多喝。肩膀，左肩膀，左肩膀，然后两两肩老肩还不错，一直到就骑车来这边，一直到这个停车场是什么？就是说我马顶上。师傅看到我们十年的野生栖地的感觉，还稍微整理过之后才开放。在那边拍照，这是一个小池塘，水会往这边流，所以形在这边会聚集一个小水池。看镜头啊，小弟弟要看镜头，超厉害的。车子经过车牌电视，原来车子没出去，他们就要收山了，通通要出去，不能留在这里过夜。啊，好了，天池拍照啊。就是这个古道是冰往那边就不知道了，不找你也忙绕一圈，不知道。
是两点，快二十分了，两点十八。要回程了，顺路拍一下这边的风景，这台车跟我一起上来。
风帆的时候变成什么样子啊？冲啊刷啊，怎么跟鱼一样高了？忘记带那个，不然就可以夹在这边拍了。好了，回去差不多就5点多了，这应该上面没有车了，走吧，继续滑行。枯树的神木群还没有去看，带宝来吃个东西，这是一个露营区的地方，准备露营。这里应该是很多中型机车停住的地方。哦，没电了，这么快？看来只好给它充电哦。消费一下吧，石斑烤肉，豆腐哎 ，OK 啊，看逛一下。吃的花大肠。Thank you.
觉得应该可以先吃一根香肠。熟一点没关系啊。我要一根香肠。好。一杯，柠檬爱玉多少？30。30哦。好，给我一杯。不随便，你们看。